青金石就不用了，铁我看也懒得拿了。还有没有？啊，僵尸只是有一怪个专宝业的，箱可是现在僵尸变成了不会有三叉戟啊。对啊，对，僵尸变成了不会带啊。啊。好了，这个船没有藏宝图。完了，我靠腰，哦，你要走小路。看一下，好像，哎，那小路看起来，地图上有路，但是看起来哦，有路。我现在在玩赛车一样，哎呀，谁射哇，被我？射了，被射了！在这个河道，哎呦，看这起来就我不是太玩技术赛领车。域啊！啊！哦，这个弯，我之前有在反省，开过这种，哦，现在超在玩爽！马里奥赛车。对啊，射，然后都是后座的人中奖。这就不是海洋生态了。我们等一下回去可以把我们的海绵都烤干。来来来，环境现在在哪？我妈700、1100，哦不，没有路，等一下，能看到城市就开下路，去打。啊哈哈哈！哦，我来打他，我转不过去了，我转不过去了。没路了，看起来怎么明明有路？哦，算了。有啦有啦，来来来来，有啦有啦有啦。其实我们刚刚明明就走过来就好了，对呀、硬要挖。啊，我不又来了，说好的河流呢？哎呦，我打拍子。先用走的吧。真的是骗人哎、欸，真的。哇，这上面感觉很危险呢，看一下我方应该会被位。围殴吧？啊，这边应该可以通了啦。哦，再走远一点好了。没有，这边没有通。哦，这个也都没有通哎。没关系，我们从路上开始走吧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。差不多要往 W 那边过去了，往路边找一匹马，我们就可以用骑的了。我没有安，我有，一个没马用啊，不能马双只能载啊。用一个人。哦，马不能双兔载哦，子，带回去。不能啊，带不回来了。啊，不能用船载回去之我类走的。不了啦，可以，他们可在是射我。你做谁的工作？救命啊！在哪里啊？哦，哇，蹦了，噔，诶、欸，离家好遥远啊！我现在淋着雨，对啊，但是觉这得一切都就是。非常的值得。因为我们有四个海绵房，两组海绵直接带回来。好爽哦！你知道最爽的不是四个海绵房，这你连续打了2次关灯火，真是爽出新高度！好想要来，现在来打个雷哦！打。如果现在。要天气要打雷，他才能换雷。对啊，我在想说要打个雷，打谁呀、路边随便打谁都可以啊。啊？他就想打高压苦力怕。对，
哎、欸，我昨天在睡觉的时候，听到耳机那边就是传来那个闪电的声音，但是我就起不来，爬不起来。你也想玩幻雷？没有，我想说你们不要乱干一些危险的东西，我会怕。然后睡醒就看到两颗头颅挂在玻璃上。嗯，丢个东西。好吧。我到村庄了。同一个吗？应该不是，但是他也有熔炉，可以借遮风避雨一下。欸，是新的，没来过的。有安呢、欸。哇，耶，太好了，可以赶路了、欸。然后被骑到一半又没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。昨天打雷打这么久下来，没遇到骷髅马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哦。骷髅马，我也想看，我还没看过真的。好、啊。奇怪，我们常常过往挂那么久，照理说附近都会常劈下来啊。如果用人为换雷劈下来的，会有骷髅马吗？不会。可恶、哦。他就是突然劈在地上，地上就会出现一只骷髅马。那你靠近就会变成两哎、欸、四只骑着骷髅马的骷弓，这么酷哎、欸！啊，但是骷髅马是没有伤害的，上面的骷弓在射你。然后你要杀的话，要杀上面骷弓，不能打到下面的骷髅马。嗯，胡萝卜。胡萝卜那边菜园里很多啊。不是，就是打到才刚讲完。怎样？骷髅马。骷髅马。我等你们回来。我等你们回来。你们在家？你在家了、哦？我在家了。我在家。看你怎么跑那么快。早知道跟你一起走。哎、欸，不能这样讲哦。那是因为我迷路的时候，我才先走回来。不是你太快了吧？我们大概还有一半的路程呢。那是我们中间跑去打浮尸什么的。哦。来来，现在找个马。其实这边地形也不好骑，很容易被树叶卡住。嗯，你是想要看爆炸的一瞬，变身的一瞬间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啊，等你们来，在家附近而已。对，所以家里附近现在在打雷哦。没有，我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长期挂个钓鱼机下来。哦。因为会遇到天气事件啊，打雷什么的。我想说，照理说雷劈那么多，应该会有骷髅马。骷髅马要怎么出现？就是雷劈下来，劈到地表。然后那骷髅马嘞，不见了吧？哇，是一个大山谷。嗯，还有1000多个。嗯，哎，骷髅马嘞？结果怎么让我们回去？还是你看到只是一只黑白相间的马？没有啦。你把繁星当白痴？对啊。开船。要吗？开啊！我们家在海边。可是我看起来没有跟，这样看起来没有相连呢。有啦。没有。好了，开船。嘿。Go go。哦。没有，对吧？对啦，我们现在是简单模式，所以生成几率不高。啊，下船。哦，锁，船跑掉了，我捡不到，我包包没空间。困难哦，有吗？我包包没空间。沉下去，到6%，6%哦。啊，我之前玩怎么到处都是骷髅吗？哦、好讨厌爬山哦！
去哪啦？我跑错地方了。哎、欸，不会消失了吧？不可能啊！哦不！哦，我看到我们家的那个坐标了，耶！好可爱的草泥马。哦，他被炸死了。我很抱歉。南瓜。我快到了，我们平安的回来了。耶！我嘎达。我们回来了。快了，看到了。好，看到图片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有马，有马，好多马哦。哎、欸，来，驯服一匹马。咦，原来你说的坑是在这儿哦，那个不利怕的。就是有一个，总之就是很大的坑。嗯。哦，这匹马好慢。是炸出来的吗？天哪，这匹马怎么这么慢啊？它还在成长。这怎么跑的？怎么好像比我自己跑的还慢的感觉？好废。太慢了，太慢了！我天哪。我要找一天拿丝绸来挖这个点点蘑菇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骑马追不上你，这马是怎么回事啊？驽马，跳车。驽马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烈马的意思。无才驽钝的驽。想要驴啊？哎、欸，我们还要去找回我们的爪航飞店呢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你不是带回家了？我们没有骑。突然想起来，丝绸，你要挖那个点点蘑菇，我现在就可以挖。嗯，现在包包不够。哎、欸，我还有啊，还有三个。没关系啊，那个之后我想要找蘑菇岛。好。开船，下面有浮尸。那我自己先游过去好了。好。你手上怎么没有拿东西嘞？怎么没有拿东西嘞？你到对岸拿还开船？真的，游得好快！哎、欸，我看到我的甘蔗塔了，我的甘蔗塔地标。哇、哦，真的好大哦，那个塔。耶、yeah, ！安全回家。耶、yeah, ，看到家了。骷髅马还在吗？没有了。你应该先把它养起来。它养不起来。哦、oh?。你接近的话，它就是会一道雷真正劈下来，然后就会召唤出蜈蚣了。回来啦！耶、yeah ！我有个箱子装冰块了吧？有啊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抱歉。我们装冰块的是那个方块的那个箱子，对吧、啊？不行，我们必须要。反正我们现在这边空啦，来吧。对，我们这里有好多空间呢。先来放。对的，晚安。这边放冰块。嗯。超不喜欢唱片机。为什么？吵。啊。可是鹦鹉会跳哎、欸。没办法。很吵。哪天你刷到？哪天你刷到一个磨损的唱片机，可以去听，那个还蛮恐怖的。这么可怕？那个就是很吵。
一个人在追着一个人的脚步声，然后还有喘气声。来一个，这边一个箱子啊，干，一个箱子是放冰的，一个箱子是放那个从一级打到方块的。哪一个是哪一个？哦，我看到了。这样，海灯笼算是啥？就也是这个、啊、海灵晶体也是。那海绵呢？就是、也是。好、哦，我还没有在烤笼。好，那我海绵也拿去烤一下。你们知道旁边那个箭头啊？ Hey. 有一个一条线的那个箭头啊，就是这个箱子里有的东西就放上去。那个箭头，就是把你箱子里有的东西放上去。它不是整排放上去吗？不是不是，哦，箭头加右边那个。哇哇，那个是放同类的东西。Magic。很棒吧？很棒，这招太猛了吧！我现在才发现他的好。对耶。就是这样，你就是你只要都是泥土，你就按一下那个，就是泥土就会自己进去。哦，但是他要有那个有空间，他才会放的样子。当然啦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如果是已经整组满了的话，他没办法放上去。箱子里面已经整组满的话，还是可以放上去啊。他不是会放到只剩散的吗？他就是全部放，全部都上去。哦，真的，哦，这功能太棒了！哇哦，发现新大陆，有，开心啊！哎，我的房间箱里有一堆东西。我们的杂物箱快满了。哼。可以分成怪物掉落之类的啊！啊，还可以看。那岩浆块是也还是放？哦，看到了，没事。水下呼吸药水。我来回收空瓶了。有我的空瓶，不止空瓶，你不会扔了吧？空瓶我全扔了，来我喝给你。不用，我也都是从那边拿的啦。哦、oh. ，我还有药水啦，我先丢给你。好的，我只喝了两罐。那如果你有不想移动的东西，你就用滑鼠中键点一下那个东西，嗯，它就会定在那里不动了。哇哦！等一下，哦，我想说那个红红的点要怎么取消跟加哦？它就是定在那里不动。哦 ，magic！ 富豪，很有棒啊！对啊，都不怕扔到东西了。碎石不是放这的，指南针也。